林顺福博士前来说几句话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很荣幸受邀请出席王毅然大师的展览会。我从小十多岁就看着他的漫画长大，以前在新加坡每个人都看着小林光的漫画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人家新的一季出版就在马来摊位啊，妈妈摊哦，以前都在路旁的妈妈摊，等着那个新的一季的漫画出版，放学了就在那边等，等着送货的人一到就立刻买。我们就是由他的漫画陪着我们成长，所以王毅然大师哦，刚才走了一圈，看了他的漫画，最特别的，他有六十年的经验画这些漫画。现在有很多人年轻人在写漫画、画漫画，不过他有这么深的经验，你看他的漫画，他有梦幻的，有实体的，所以虽然年轻人也在画漫画，不过就是没有他的功力，好，他新旧都可以，所以很尊敬他了，有这样的功力，还在替我们画着这些漫画，所以机会难得，哦，想要的就真的要购买回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